我不能离开他，我不会离开这里。想干嘛你？不是你了，你好好管管他。真的，是真的。再这样下去，你们全他妈的给我滚蛋！不可能！管他干嘛？ Thank you.
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六众传媒2011年特别节目《2012末世留言》，我是主持人 Monica。嗯，这样你看一下行吗？嗯，刚刚拍的。这里怎么这样啊？没对焦是吧？怎么可以这样？你这个错误都可以放得出来？该走神了，不好意思，那女主持人没有对焦。啊，重拍，重拍，重拍。待会儿重来，重新。你看一下，刚才又重新拍了一下。这里怎么又这样啊？哪里啊？这里啊。哦，被采访了。这种小小错你给我犯两次错，再给我重拍。没有，不好意思，这两天刚好。好，那么下一站我们到外滩来看一下。想到那么多年以后的我，我怕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，你最近这么憔悴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啊，不是开玩笑，不是开玩笑，对对，不是开玩笑，是幻觉好吗？我那天好好休息，我还想起来那个事情。我先走了，我真的赶着都搞错了。等我把事情解释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哎、你当我是小孩子啊？什么外星人？不是开玩笑，真的不是开玩笑，求你了。我讲过，现在你能走，赶紧先走。我不想离开你怎么办？求求！亲爱的，你快回去吧。编导让你回去休息。那我解释。还没了，你等你，等一下，好了，你让我休息。你还给我们造成不够多的麻烦吗？你进去吧。爷，让我解释一下。小宝，你换新口红了吗？是啊， Chanel 老贵的。哎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，你们两个颜色很像哎。像吗？不像啊，巴黎最近才搬回来的。哎呀，真像。你们几个还在这扯淡？知不知道我的公司亏了多少钱？尤其是你，啊，编导怎么当的？啊，片子拍成这个样。嗯，老板不好意思。再这样下去，你们全他妈的给我滚蛋！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我们来，我们想一下，那我们讲个正事吧。托米最近怎么了呀？莫妮卡，你是不是你们俩吵架啦？都影响到工作上面来了。都是你了，你好好管管他。
怎么啦？这么急把我叫回来？这箱子是怎么回事啊？又回来了。知道你不会相信，但是我真的担心你，我怕他们伤害你，他们真的不会乱来的，他们真的，我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我担心你，我在乎你，他们真的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你不相信我，你相信谁呀？我说你冷静一点，这一切都只是你的幻想，没有什么外星人，你最近想太多了，好好休息休息吧。不是啦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他们要带走我，可是我不想离开你，我不想离开你。那疼我了，汤米。我还要回公司加班，你自己在家里好好休息吧。你来干嘛？他走了，你也要走啊？你自己看吧，你跟他走还跟我走？你跟他走，跟我走，说呀，说呀，你来干嘛呀？啊，七仔，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现在就只有你相信我吧。他妈他妈的女人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妈的都不相信我，就你相信我？你一定是喝醉了。你跟我说看，你说呀你。你喝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胡言乱语了。啊？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们女人是不好猜的，我猜了。哎，顾导，你对女人这个比较了解，对吧？你不是整天抱着那个叫做什么书来着？叫人类起源？对。你跟我说一下啊。说你说他怎么就不相信他妈的？你谁都相信，就是不相信天天睡在旁边的男人。你说。这个嘛，据书中记载啊，自古以来，女人怕牛首鬼神。嗯，你跟他说什么外星人啊，这全是废话。他以为你脑子有问题，神经病啊！可是真的有啊！哎，你说也真是的，编什么不好？编个外星人，连我那个骨灰都没人信。真的有，真的。好，如果真的有呢，就是你逮不上他，你要是逃自己逃啊，死去活来的搞嘛，世界上女人多的是啊。你只会潜规则，你不懂我，我爱他
是你，你来干嘛？一个晚上找不到你，你要急死我。你不是不理我吗？走啊，还来干嘛？睡了，我不想跟你说话，走。闪开，你走啊。对，是我脑子有毛病，我跟未来一大，我神经病，我胡思乱想。你有本事走啊，别再来找我。走啊，走啊，滚滚。大哥，你醒醒！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背着你告诉他，你不要怪我，大哥。你到底想干嘛？看看现在莫妮卡的时间吧。看，等一下再拍。小豹，服装。啊，最近是怎么了？我闻到了。这什么鬼天气啊？怎么这么冷？恐怖！这还春天？冻死我了！难道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了？你怎么也神经兮兮的，跟 Tommy 一样啊？你别乱来！接电话呀！接电话呀！喂，是你吗，莫莉？在哪里，莫莉哥？我听不清，你在哪里，莫莉？你在哪里？莫莉，听到我说话吗？喂，莫莉哥，你在哪里？快点跟我说。救我！喂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喂，喂，接电话，接电话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你接电话呀，接电话呀，你接电话呀。你在哪里？Thank you.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开始吧。啊，开始吧。宝贝，我们走，要世界末日，走吧。世界末日啊！好，开始吧。我们一定要。他在挑眉，挑眉。宝贝，我们走，要世界末日，求你了，走吧。脚歪一点，快点！你怎么也这么凉啊？我靠！好事吧？瞎说什么呢你？快一点，还要拍戏呢！快一点，还要拍戏，还要拍戏呢！好，停，走，停停停，没按，没按，再来，再来，我会被掉下去啊，我会被掉下去啊，走，帅，不好意思，我没跟上，不好意思，我没跟上。他那里面角色是叫什么来着？小猫是吧？名字可以给他取，可以给他取，是给他取名字，叫猫是吗？好，行，可以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没想到你妈买一套这么长的陪她，把狗放在这里吃。都指着他骂，都指着他骂呀。你脸上怎么那么多痘痘？你脸上怎么那么多痘痘？你居然的话，我就点了，这还是你不要腼腆，自演的恐惧的表情了。这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等他拍完，他十有八九要成神经病。然后我们就跟幕后花絮，就是脑子变成神经病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太有难度了，你们两个最开始，夕阳好美，开始。开始了，干嘛？干嘛呀你？你太不要脸了！干嘛呢？他怎么？你干嘛呀你？他是谁你知道吗？他现在跟我了你知道吗？他男的怎么？男的我也爱他，男的怎么？他没胸没屁股我就爱他，那不就爱？你才老是神经病了！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们现在没有关系了。你打他干嘛呀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们离婚你给我娶个男人。我娶个男的，这是我的自由，你这么侮辱了，你可以去找啊，你可以一直去找女人啊，关你有什么事情啊？你来干嘛呀？你来看我什么呀？看错我，我靠，我还看错你呢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不可能复婚了好吗？我从来没有想跟你复婚，我只爱他，我现在只爱他一个人，在欺负他，你走啊！你走，神经病！你才神经病了，对吧？啊 ？OK。Thank you.